但是他平手出场就会比现在旁边代销的卖的还要便宜啊。因为对他来讲他有赚，但是呢，可能市场就在这儿了。就是他当初进场其实就买的比较低了，对，有可能。尤其是同一个整体开发区。最专业的房地产知识都在好房网 YouTube 频道，马上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影片上架通知你。我们接这种投资客，因为要修法了哈，因为现在打炒房，他急着把房子卖掉的这些投资客的物件，我们接手这些投资客抛售的物件，有没有什么美感要注意啊？有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实价登录，但是你刚刚说其实投资客降价的也不多，对不对？对，他顶多平手出场吧。但是他平手出场就会比现在旁边代销的卖的还要便宜啊。因为对他来讲他有赚，但是呢，可能市场就在这儿了。就是他当初进场其实就买的比较低了，对，有可能。尤其是同一个整体开发区，那因为我们现在有实价登录，所以你就知道他什么时候入手的，入手价格多少，所以就有机会去谈，就是说啊，你可能已经开始观望气氛了，你要不要就换一些现金放在身上？有些投资客如果他有个五套、六套、七套甚至十套，他可能两三套他可能会丢出来。还有就是地主分回户，所以我们要聪明一点去查他们当初到底买多少钱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去查得到。对，甚至你一查就知道他是地主分回户，因为他在实价登录上没有成交过的交易，但是明明你知道这个社区已经 clean 了，那些就是地主。这段我听不太懂，就是我如何知道我现在如果现在有一个物件要卖，我如何知道他是不是地主户呢？比方讲，你上乐居，那你看到整栋，你知道整栋都卖完了，对，建商代销都退场了。是，那还有一些户别没成交价格，那就是地主分回户。没有成交价格就是地主户，那地主户就可以跟他谈低一点的价钱，就比较有弹性和空间。对啊，溢价空间比较大。对，所以我们应该再专门去找那种。对，所以现在是不是危机入市，就等于是你如果要自住，那你就有这个策略，因为整个气氛是这样，所以我们说影响房地产的这个秘诀就是。气好，然后呢要撤就是要看政策，成就是成本价格，金就是资金，成本我们讲的是建商的建造的成本，然后房就是房价嘛，那量就是看成交量，最后就是看什么，看我们所谓的造就是实造的事情。所以在这样的气氛下有时候很诡谲，但我们看到的就是你不想买贵，但是你所谓的贵是比现在的市场水准还要高才贵，但是每一个人的入手价格不一样啊，所以对他来讲，如果他急于换现，那他折让个5%给你，那以一个1000万房子就已经很多了，50万啦、如果2000万房子就是1000万，那这样子的入手会不会是比较讨到便宜？其实是有可能的。那如果你再勇敢一点，你真的也有一点自住需求，那在蛋白区或蛋壳区就更有这样子的可能性。因为在大量的逃命的前提下，也有可能有一些物件比较多的，或者是就像刚刚伟良兄讲的，他投资眼光或许也没有这么精准，他想要处分掉一些变现的，那就有机会去谈。因为现在的气氛对中古屋而言，你是谈得到好价格的，那对于预售屋而言，他顶多就不卖，所以那一块呢价格相对会比较稳。所以要善用实价登录这个工具，这个工具非常非常好用。如果我们想要买房子的朋友呢，想要买到相对低价的房子，第一个先去找有没有那个地主户，所以整栋楼呢每一户都有登记他当初的买价，那为什么这户没有呢？4楼之3，接着4楼之5，4楼之4怎么没人登记呢？那4楼之4可能就是地主户啊。那如果这户是地主户，溢价空间就比较大。第二个呢，老师刚才教我们，如果是投资客或投机客呢，因为修法，所以他得被迫赶快出清，否则他将来就要抱很久嘛。那或者他手上货太多，他必须要把它卖一部分。如果是这种情况呢，那我们就回头去查他当初到底买多少钱。因为投资客通常他们会很早就进场，他们不会在那个建商什么1周3市的第3天才买了，还要凶工啊啦！一般的投资客他们都在潜销，甚至很多投资客根本就跟 sales 或跟那个代销工人很熟嘛，他就跟着他潜销的时候他就进去买了，所以他通常是买的第一批，买的低价。所以去买投资客抛售的房子呢，如果你回头去查到他的金价比较低的话，那你可以好好跟他谈一下价钱。
说不定你跟投资客买的二手屋呢，还比你跟建商买的调价后的一手房还来得便宜。所以接手投资客的房子也不见得不好啊，说不定买到便宜啊，哈，这是买房子的美感。操盘手的秘密，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网，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们到 YouTube 订阅好房网，同时一定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